还是练拳练武术这东西啊，练一天是一天的样啊，练一年是一年的样啊，那至少五天是会的。我们现在要讲呀，你简单的锁技啊，这个锁技是锁叫裸脚啊，要没有的同学也会，但是我们在这儿给大家一块儿集体的补一下。裸脚这个动作呀，它是有危险性，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听，这个动作是会死人的啊！我非常严肃的来讲，这个动作是会死人的，所以说你就必须要知道怎么处理这个动作，然后才能让它变得安全，好吧？好，那我们现在要首先要练习一个什么呢？就要让自己的搭档练习认输啊，就是拍我啊，拍地没有用啊，你得拍我人啊，你得拍我的人。有的人哎，坐在这儿自己拍自己大腿，啊、没有用，我感觉不到。万一着急了啊，我管你是什么什么的啊。所以说你要练习拍我的胳膊啊啊，或者你拍我的身体任何部位都可以，让我感受到啊。OK， 那我们现在稍微练习一下啊，拍我啊，拍我。OK， 好，这就没问题了，我们就可以开始下一步动作。好，我们看这个动作啊，我的手穿过他的下巴。我的二头肌卡住他一侧的动脉，我的小臂卡住他另一侧的动脉，我的手找我自己的肩膀，另一只手压着我的手臂，然后穿过他的后脑找我另一个肩膀。哇，这时候我要做的是耸肩收缩我的胳膊，还没使劲呢，没发力呢，发力了。再看一遍，大家再看一遍，大家一定要看好啊！一会儿我们再换一个东西，然后你来看一下啊。不是发力，是维度太大。手穿到他的下巴底下，二头肌卡住他一条动脉，小臂卡住他另一条动脉。我找到我的肩膀，另一只手压过我的手臂，找我另一个肩膀。这时候把头低下来，然后这时候我要做的就是耸肩收缩我的手臂。每天一个情侣拥抱小技巧。好，你起来，看你的搭档。我有一点是谋杀小技巧。还是能给我撅过去吗？体验你窒息的感觉。一会儿大家会互相做啊，一会儿互相做。你拥抱。别到那个。你那个手呢？像脖子一样。